心有机米的品牌全国出名，今年有机米乡节将以米食要来吸引游客的到访，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米食料理，有有机芋头糕、米汤，还有米丸子、米双麒麟、萝卜糕等等。10月9号和10号活动当天，每天早上的9点将提供1000张的美食兑换券，一张券可以享用5种米食，民众要把握机会哦。欢迎来三星吃米香，高点吹，乌龟，冰淇淋，菜头粿，米糕，有机米丸子，有机黑豆浆，吐司，茶果冻哦，麻糍，三星米食全国第一。咱做看只真侪只米食吼，咱伫东港吼，就是10月9号、10号两天。拢要免费来招待，予咱来参加米香节，即所有即乡亲好朋友。啊，当然，咱嘛要再邀请来共同参与着咱三星100年，来见证三星100年的即风华再现。啊，阮会用上热情的心，而且心情吼，来欢迎所有咱即乡亲。另外，活动当天也会发放1000张的百元小农市集的兑换券，代表三星乡各式各样优质的农特产品，要让您满载而归。啊，三星的米是源于水头了吼，就位雪山、太平山山脉水来个平洋了，第一灌溉无污染，含有最丰富矿物质的这些水源来灌溉，所以三星米一向拢是品质上高。啊，上界安全，上界清气，啊，上界有迄个 Q 度的米。今年有机米香节活动丰富多元，有镇头彩街、国乐戏曲，还有原名舞蹈等等的艺文表演，还有在地文史的百年三星回顾展览、小农市集展售米食假面家等等。乡长李志庸邀请全国的游客来到三星做客。米香米香，三星欢迎你。宜兰新闻记者蓝夏如采访报道。